5月22日，赵薇在微博晒出一组照片，发文称拍话剧大家送来的八仙果感觉一年也吃不完。她不仅晒出了粉丝送来的食物，还贴心送上2张自拍。照片中赵薇长发齐肩，妆容精致，皮肤看起来非常细腻。她系着安全带，一双招牌大眼睛依旧灵动明亮，状态十分出色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